五点，你看一下这边是哪里？右边就是他那个船帆，那么有才要问。没错，那你看一下后面是哪里？你要问几遍？就是肯定的船夫。一样的。Yeah！ 肯定的船帆子，我们现在人在肯定。Yes！ 我要出去玩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坐一下。哎哎，热带风。等一下，先不要那么激动。西游记难得来到肯定啊。不要这么兴奋，你肯定会等你的，好不好？不要那么激动，好不好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我们那个快乐要及时，趁早就要行乐了。没错。我等不及了啦。哎，那你来到这边是不是想要体验一下那种热带风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那我先问你好了，好不好？热带风情必须要具备什么东西？当然简单，你说具备小麦色肌肤，有没有？阳光要洒下来，哇，好漂亮哦！你看，我喜欢看那个关岛，还有那个什么巴厘岛、普吉岛，这岛上的人们，他们皮肤都很。都晒得很黑，这样对不对？那你应该住在垦丁嘛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住在垦丁？我已经有白回来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是来到垦丁呢，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玩水 ，play water， 一定要玩得尽兴，要不然就不算来到垦丁。真的讲得好。一定要下去。可是跟我们的题目有关系吗？当然有关系啦！我们今天就是要带大家去享受一下垦丁的阳光、沙滩、海水，还有晒黑黑。耶、yeah! ！赶快去玩了，呜！啊，他不是叫我不要那么兴奋，他自己还不是这样跑那么快。啊，我来啦！我说你们两个是半斤八两吧？难得来到垦丁这个度假胜地，竟然只顾着自己在海边玩水，都忘了身为主持人最重要的工作任务了，还不赶快介绍好吃好玩的地方给大家。哎，等等，现在在演的这一出怎么这么熟悉啊？这个就是要跟你走的交通工具啊！我要跟你走啊，用这台啊。要准备。对啊。准备那个帆船。对，就这台啊。哎呦，人家我以为会是什么飞机还是什么渡轮的啊，怎么会是帆船这样？这样子都千万上千万上都看着头都看不着。哎，你不要小看这一台，教练在旁边，教练。我林姐姐，对对对，不错啊。这无动力帆船可是可以跑很远的。真的？那跟普通的帆船有什么不一样吗？原理在哪里？原理它靠着风。前期它完全没有马达的哦，没有马达啊，没有马达，那它怎么控制啊？控制左右，控制方向啊，控制方向，后面有两只舵，两只舵对不对？所以它可以跑，它可以跑很远。这种动力帆船简单来说就是靠着风的力量做推进，大家顺着指示将船推向海中，然后要上船身，风一拍打，船就能飘飘然地冲出海喽。蝴蝶汉典，看着你们兴奋的样子，想必很期待第一次搭乘帆船出海的体验吧。哎，因为那个风就这样吹啊，好舒服，凉凉的，不会觉得恐怕。而且速度适中。而且这个感觉真的很悠闲啊，对啊，没有任何的压力，这才是垦丁嘛，当然嘛，度假，度假的感觉太好了。哎，打我，谁打我？没人打你。那如果几级风就不建议玩这个？几级风不会，风不是问题，风再强都可以开，只是怕阵风。哦，一瞬间的那种，瞬间的瞬间。那这个最快时速可以到多少？大概50-60公里。50-60公里，很快耶！在海上已经很快了，对，在海上很快。真好玩。而且其实蛮稳的。喜欢。我到现在都还没有觉得晕船的感觉。对啊。随着教练一手操桨控制方向，一手拉帆控制速度，不知不觉你们俩也离开沙滩，来到了大湾的外海。看着你们享受着乘风破浪的快感，不论是坐或躺，在海风吹拂下，那感觉还真是说不出的舒服啊！哦，好棒哦！哦，我第一次坐动力帆船，我本来以为它很可怕，结果不会，现在船上好舒服，完全很安全啊，享受海风还有温暖的阳光，而且不会晕船的，一点都不会很舒服，而且在外面直接看到整个垦丁尽收眼底。全部看到，我都被我看透透了，太舒服了，好好玩哦！你们一定要体验一次，有机会一定要来玩一下这个动力帆船。平常总是在沙滩上望着大海，这还是大伙儿第一次可以一览无遗的从海上望向垦丁，一样热带风情的美景，不同角度的欣赏却是不一样的感受。这个在垦丁五星级饭店中的动力帆船，真的是给了大家很难得的出海体验呢、啊。
垦丁有全台湾最漂亮的热带鱼跟珊瑚礁，所以呢，我特别安排了潜艇要到水底世界呢一探究竟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可惜蝴蝶没有办法跟了，哈哈哈哈！别跑！你怎么在这啊？你以为偷偷摸摸就想摆脱我吗？哎，是你自己要跟那个教练呢再次出船嘛，出去玩了，对不对？就坐帆船出去玩，我当然要安排我自己的行程啊。我哪有？而且我看你偷偷摸摸，我就知道你一定有秘密计划，哈哈，被我抓到了吧？而且哇塞，这样也没有料，你现在弄了一艘潜艇啦，我看你一集可能快要100万哦。没有啦，你不要乱讲啦，这个是垦丁才有的半潜艇。对不对？有了它，我们就可以钻到水底，哎，看一下水底世界，海底看清楚啊！哎呀，太棒！那不要说那么多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走走走，好，带我去。既然都来了，只能让你跟了。好，走走走。现在前面海底了，我刚看到一个这么大的海，都掉这么大。真的假的？我怎么都没看到呢？我刚 miss 掉那只海龟了。而且除了海龟之外，还有好多这么大的鱼，而且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还蛮在，应该有5层楼。对，还蛮深的。海的深度。而且这边的珊瑚礁真的很漂亮，看一看，有鱼了，看到鱼了，大大小小不同颜色，热带鱼，热带鱼，有没有？有有有有，它那个颜色就是热带鱼啊。现在是以比较慢的速度在前进，所以可以慢慢的欣赏，可以看得更清楚。是啦，还可以数鱼有几只，然后还可以找乌龟在哪里。瞧你们两个这么兴奋专注的样子，可见这水中世界有多么美不胜收了。其实这半潜艇是将游艇跟潜艇二合一的船只，在船上可以看到湛蓝的大海，在船下透过玻璃窗则可以欣赏到热带的海洋世界。看着美丽的珊瑚礁，可爱的热带鱼，仿佛 3D 立体电影般的呈现眼前。我说你们俩也真是太幸福了，好漂亮啊！真的，而且很好玩的感觉。但是隔着窗户啊，虽然有 3D 立体的效果，可是就觉得很遗憾，因为毕竟是有那个玻璃挡着，你都没办法近距离跟小鱼啊，还有海龟互动，对啊，很可惜。有距离感，对不对？对啊。而且我觉得来到垦丁，一定要玩到全身都湿哒哒，那样才会尽兴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汉姐，你已经安排好了吗？当然了，你看后面，怎样？我们直接跳下去就湿哒哒了，而且可以看一下海底世界 ，OK 了。跳下去是好啊，汉姐，那你先跳下去啊。先不要，因为我身上没有装备嘛，对不对？有装备再下去才安全。装备？对啊，装备啊，跟我来你就知道，我带你去体验一下什么叫做近距离的接触海底世界。走。不练，我跟你讲。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下水最重要的装备，潜水衣。对，蛙镜。蛙镜。今天该不会是要去潜水吧？没错，我们今天要潜水的，哈哈。你不要开玩笑，人家潜水需要那个很长的练习，长时间的练习，因为随便这样潜下去是很危险的。这样子哦，那我们还是问一下教练好了。哎，教练你好。哎，我们可以这样下去潜水吗？危险，不要。对啊，我也是觉得有点怕。吴姐这样讲，我觉得我看先不要了，这个管你了。不要说了。我们的浮潜哈是有装备的。哦。我们有这个面镜呼吸管。对。然后穿上这个防寒衣，它自然会有所以浮潜跟潜水是不一样的。是不一样的。是浮潜啊。哦，那还可以的。潜水不是都要什么考执照什么，然后哇，对啊，钻到很下面去，然后还要背那个氧气筒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背吗？不用，哦，这样子。氧气筒要怎么呼吸？哦，对啊，因为我们是有这个呼吸管，你要像那个要吃柳丁啊，哦，那种那种吃水果的感觉，把这两个扣把它咬在牙齿里面，对，然后它的外围就是三在臀内，这样就是最正确的方式，最正确的摇法，不然你这样的话，
你就会吸到水，就呛到水。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些安全。摇滑也很好。哎，教练，但是你看哦，我们下去就是要看一些很漂亮的鱼啊，珊瑚礁。但是你看这个有点雾哎。哦，那这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其实我也会做功课，很简单。这种东西最快的方式就直接吐口水，吐口水。哎，大家以为我在开玩笑，真的吐口水下去是 OK 的，会很清楚，就不会起雾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，这是最快速的方法。不过呢，为了就是讲究卫生啊，我们这边的原生的植物哈，就是一个很好用的，揉一揉捏一捏，好，然后在我们的面镜的里侧，好，你不要涂外面，涂外面是没有用的，要涂里面，对，涂里面，涂里面之后，它会形成一层的蜡。蜡子，这个保护膜了。对，那我们等一下用海水给它搓一搓，冲洗一下，把它冲掉。太就不会起雾，那可以看到很多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鱼类。教练不愧是教练，太聪明了。OK， 那我们赶快去着装，赶快下去玩。小丑鱼，小丑鱼，耶！那我一定就是那个海底里面的美人鱼。对，你也是在海底，你就当那个蟹老板。为什么我就信了嘛？我要也是最可爱的海绵宝宝嘛。我说蝴蝶和点啊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你们俩还有办法斗嘴啊？这有《西游记》开播以来第一次的浮潜体验呢，不要磨蹭了，还不快点着装，带着观众去近距离接触海洋生物吧！蝴蝶和点的浮潜初体验会有怎样的趣事发生呢？不放过美食的两人又会发现什么在地好味道？下段精彩内容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好，哎，帅哥美女，哎，我们现在先来试试我们的面镜呼吸管的功能。好，正常，鼻子的部分对准，好，对准鼻子部分，先套在头上，然后你的头发尽量的往后拢，不要夹住了你的面镜。这样子啊？哎，对，先套上去，然后看，哎，教练这样吗？你们太丑了。OK， 对，这个头发不要去让面镜夹住。搞笑什么？你怎么好笑？等一下又进水。你搞得好笑。然后呢？有没有人不能呼吸？要能呼吸哦。他会不会呛到水？可以呼吸，可是会吃到水。会吃到水的原因是你这个咬牙齿这地方里面哦，紧闭你的嘴唇。你咬好了之后要紧闭嘴唇。要紧闭嘴唇。对，在呼吸的时候你不可以把嘴巴张开，要不然会喝到水。看点不要再玩了，赶快专心听教练的指导吧，不然待会儿真的喝到海水，就别想要悠游海底世界了。哇，我就算了吧，就算了吧，对，这样算了，哦，这样仰腰，脚打开，哎，对，这样你可以，就是说，在浮潜的过程中觉得累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用这个仰腰的动作来做休息，好，来做休息。好，站起来，站得起来。对，要先屈膝，屈膝哈，要站起来之后要屈膝啊。有的人哦，不会屈膝就站不起来了。你屈膝之后，身体直立之后就站起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站起来了。好，我是蝴蝶啦，我怕观众一转台。好，那我是汉蝶啊。浮潜就是运用人及海水本身的浮力，使自己能漂浮于海面上。而仰漂就是让潜水者可以轻松休息的姿势，看你们就像到了死海一样的舒服，还有那个心情取笑教练，真是越来越有海绵宝宝跟派大星的样子了。等一下，你浮潜的过程中，你怎么翻身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动作。为什么要翻身？因为你如果说觉得你的面镜进水，或是说你呼吸不顺的时候。你要会这个翻身的动作，否则的话，有的人不会翻身就会呛水。哦，就呛水。那呛水之后就会溺水。哎呦，那溺水。对，所以我先示范一次怎么翻身。好，好厉害哦。好看，好看，教练好。哦，那这样你变成仰漂的话，你呼吸管就可以把它吐掉。OK。对，你这样就是可以做一个休息的动作，或是做一个。面镜海水的处理 ，OK， 好。
过来了，一气呵成转，好不好？不要紧张。哎呦哎呦哎呦！好，呼吸管吐掉。吐掉。哎，呼吸管吐掉。好成功。对，这样你就完成了一个转身的动作。汉野，你还真是随时随地都不放过你谐星的天分呢，连翻个身你都能蹩脚到这副德性。瞧人家蝴蝶第一次尝试就能有三分样，我还真担心你待会出海浮潜会不会把鱼儿们都笑跑啊。那你的呼吸管有进水的状况，对，就是要把它撑住，把它吐出去就对了，把它吐出去，否则你在吸的时候就会吐出去。 OK， 汉野要试试的。汉典，你都还没出海就想先上岸了，人家教练可是还准备了面包给你们喂小鱼耶，这么难得可以跟海底生物近距离接触的机会，你不会舍得放过的。瞧瞧这美丽的珊瑚礁，可爱的热带鱼，不再只是隔着玻璃窗欣赏，而是真正近距离的触摸。徜徉水中世界的你们幸福的程度真的是让我好妒忌哦。我们有一圈哎，有一圈真好玩耶！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浮潜，我刚刚看到就是下面清澈的海啊，就有点惊讶，说原来里面那么多大鱼小鱼住在里面。然后我就想说，还有各式各样颜色的珊瑚礁，大大小小的，也太美了吧！对，而且我们刚才看到呢，有一群小鱼哦，因为可能现在浪比较大，然后他们躲在小洞穴，然后哇，超多只，有100多只哦。对，他好像吃得很饱，然后我们自己在那边弄一弄，我们自己都想吃了。真的，对啊。我真小看浮潜的。对啊。没想到浮潜需要很，我觉得好像跟那个跑步要需要很多体力。对啊，所以要浮潜的时候呢，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体力啊。虽然说很安全，但是还是要量力而为。对啊，而且讲到这，就是故意刚刚喂小鱼面包的话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对不对？你有点饿了嘛，对不对？不是。哎呀，真的不是很了解，我不跟伟廉搭档。你就是有在这个时候才会说不想要换搭档，你其他时候都很想要换搭档，对不对？只有我脸这边有一圈吗？哎，好像没有没有，那我有，我有是，是被晒出来的痕迹。是这个挖心痕。好了，我都已经帮你准备好了，好不好？拿走，吃大餐，走吧。耶！蝴蝶，准备好了。肯定那是靠水什么最多？海鲜最多嘛，海鲜大餐。耶！没有，而且这间餐厅呢是我们的冲浪教练安安特别推荐的。真的假的？在地人推荐一定是很好吃的。在地人是这种好味道吗？对，来来来，试试看。这个叫做龙虾多吃啊。特别哦，这个我没有见过，你们看，它是所谓的龙虾沙西米耶。对，因为蝴蝶呢，它本身有过敏体质，它只要吃到不新鲜的海鲜，10秒钟就会起疹子。真的啊，所以我现在就是为大家见证到底对对对对，到底新不新鲜，龙虾新不新鲜？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我是亲眼看到，老板呢，他是直接抓活了起来，直接处理的，现捞，所以现捞的绝对新鲜。好，那我试试看，我先跟大家说，我第一次看到龙虾的沙西米，然后我觉得它看起来就是薄肉透明桶，不是薄肉，好像荔枝肉，有没有？对，像荔枝的果肉啊，然后也有一点像那个橘肉的感觉。保证新鲜啦、啊。好新鲜，好甜，真的很想讲 ，Oh my God！ Oh my God！刚刚好，而且10秒钟已经经过了，没有事吧？没有事啊，完全没事，新鲜啊，而且好吃哦。蝴蝶，这一道呢很特别啊，龙虾粥，这个对老人对小孩非常好，对啊，还有丰富的钙质在里面。真的太棒，我要吃。它是用龙虾哪一个部位来做的？龙虾头啦。啊，龙虾的头啦。太独特了吧？哇，这是只有在这边才吃得到。哇，我第一次吃到龙虾粥在这里，别的地方好像。很少看到龙虾，是吧？味道非常好。嗯，接下来我们就要
金针龙虾。金针龙虾。你给大家看它的龙虾肉有多饱满。哎呦哇！很重是不是？哦，你看，哇！哦，上面满满的那个什么蒜头，哇，很够味。然后那个真的很非常鲜甜，好好吃的。这个，而且呢，因为是龙虾多吃的关系，还可以吃到清炒龙虾蛋。好味。哎呦，怎么还一直呢？还一直吃。好吃吗？嗯，很特别的味道。真的。男人太有才华，又会冲浪，又懂得吃。嗯。你们两个也不遑多让啊，论吃的这方面谁能比你们强啊，连在地人的好味道都让你们给打听出来了，而且还不只是龙虾大餐，连飞鱼你们都不放过，硬生生的熬了老板娘煮了飞鱼干及飞鱼卵来吃，看看你们脸上那幸福洋溢的神情，这下可别再说制作单位都只会整你们咯，瞧这整桌的海鲜大餐，那现捞现煮的鲜甜口感，我光用看的就能想象，这趟垦丁之旅真的是让你们俩名副其实的好吃又好玩了。第一次完全不同的水上体验，真的是让我意犹未尽，没想到来到垦丁除了游泳戏水之外，还可以有这么多的水上活动。不止水上的，你忘了我们的水底世界也是非常精彩的，第一次坐潜艇下水就已经够兴奋了，没想到还能浮潜跟水中的生物近距离的接触，简直酷毙了。没错，最后还能踩在沙滩上享受难得的悠闲时光，人生此刻真的是好幸福哦。下次来垦丁啊，享受热带海洋风情之余，也可以跟着我们的行程去玩玩看哦。最重要的是，想要知道更多更有趣的行程，就不要忘记跟着我们悠游西游记一起好吃又好玩。